表扬节约消防与消防人员，消防局在消防节举办消防节约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闵惠亲自前往，感谢警消、义消、志工、义工朋友在第一时间抢救市民脱离危难，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财产。闵惠市长讲，有警义消的守护，让家己市更加幸福。感谢消防义消人员在第一时间抢救市民脱离危险，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该市消防局日前举办消防节约人员表扬典礼，该市长闵惠也特别前往，并亲自颁奖给得奖消防单位人员。市长闵惠表示，消防工作唔难危险，更需要经验甲智慧，整个团队合作，理解市会使幸福又安全，就是因为有这群努力付出的警义消不断守护。我一直也觉得说，其实救灾救护的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这有时候尤其在事后这当下那一刹那之间几秒钟，往往就可能造成了幸与不幸好像就在那一刹那，但是我们尽人事，那尽了人事呢，而且事前的预防工作做了很多，刚刚在做表扬的时候看到许多三十年的我想三十年看起来又那么年轻，可是长期以来付出那么多是令人感动。另外，根据内政部统计，109年一月到十一月火灾发生率，该市是全台上低的城市。消防局表示，全台火灾发生率上低，代表该市防火教育成功，事前预防做了好。同时，消防局努力推动民众安装助警器，并提供高危险群场所、三大六四族群以及65岁长者优先免费安装，也发挥降低火灾发生的效果。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旺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TV 数位电视。